盘点明星的一些智商掉线名场面。在一次明星的智商测验中，岳云鹏智商惨遭嫌弃。一千加四十，1040，再加1000，2040，再加30，2070，再加1000，3070，再加20，3090，再加1000，4090，再加1000，再加100，再加10，这不是4100吗？小岳岳羞愧的无地自容，在游戏综艺上，葛天把闰土喊成了鬼土。这张图上的人物是谁？请说出他的名字。鬼土。王源搞笑诠释骑驴找驴。帽呢？呆着的呀。你们有没有过相同的经历？范丞丞出门遛狗，结果到最后却发现，公园里遛狗。能让大巴士出来走走？不是遛狗吗？狗呢？我们没拿狗出来。狗狗表示我还没上车。我没上车。黄明昊成团扔绳看傻蜜逃团。我来吧，我去拽你们。不是你卷到一块扔。哦酷！让大巴成整个人。你在干嘛？你扔下来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不是让我成团扔吗？对面的几人一脸疑惑，这操作也是没谁了。